是不是？好像秋天还没到的感觉。为什么还拿着去年发的同名文专辑？好，感觉就是很轻松的，所以接下来要唱的一首歌曲就是我新专辑里的《要你管》，希望大家会喜欢。 是。
是一组心路的艰难。Never mind， 我愿意不小心找一个经典的作品，只要大家开心。人家这样称呼，你懂这个意思吗？我懂。那喜欢这样的称号吗？我当然很开心，就是有大家的肯定。对，因为你真的很会唱，刚刚听这两首歌就真的很会唱，而且你的声音真的很好听。你好大方，谢谢。不会，别人真的是你也不用太谦虚。而且我发现Olivia不仅是她会唱歌，声音好听，我觉得Olivia她很有自己的型哎，真的就是你的那种 style。非常的，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是你有自己的独特的，就是属于你自己的风格。谢谢，真的对不对？好，而且刚刚Olivia你说你很难得来到台南，对。然后觉得说今天好像明明就是已经秋天了，但是就是还是热风的感觉，还是那种热的那种感觉，对不对？yeah, 对。台北已经冷了吗？就是有下雨，然后就是有时候会很凉，然后有时候会很热，对。所以其实哈，这个台北的北部嘛，台湾的北部，然后台南是比较南端，所以是比较热。对，所以比较热。所以呢，虽然已经秋天了，但是呢哈，白天的时候还是热的跟这个夏天一样了哈。但是很棒，就是很轻松的感觉。所以你可以感受得到哈，其实呢，台湾并不大，但是那种就是光是天气就不太一样。对，来台湾有没有觉得说，已经发了第二张了，对不对？是。那我对台湾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很热情，这是真的。对，因为我去台湾之前，很多朋友跟我说，也是香港朋友会跟我说，这里很热情，来到这里是真的。对。你们有没有展现你们的热情啊？我知道了，但是我知道这里很热情，但是我想再一次听大家的尖叫声，再一次好不好？不过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Olivia已经发第二张专辑了。是，其实第二张《罗曼史》的，就是台湾的宣传已经算告一个段落了哈。对，就是第一站就是在台湾，然后新加坡，然后内地，然后很快要再去内地，然后。年底去马来西亚所以就说台湾的宣传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是要跑海外了，一些的释放了哈。不过我觉得你的这个《罗曼史》这一张的专辑真的是非常符合今年这个百年，你知道吗？今年的结婚台湾的结婚的人非常的多，就像是今天开始有3天的连假。我听说的有哈，你知道哈，3天的连假呢，而且又是好日子了哈，所以呢，这个结婚的场合很多。
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最近有没有参加这种婚礼？我发现呢，哈，在婚礼当中呢，都可以听得到 Olivia 的歌。喜欢哪一首？喜欢哪一首？哎，你们刚才展现你们的热情，好不好？我个人呢，我还蛮喜欢的那种 Ready for Love。我们待会可以听得到吗？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好不好？好期待哦！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是不是继续来听 Olivia 的好听的歌声，好吗？可以，先来唱哪一首？我唱这首歌之前，我想问大家 ，A Love Theme 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意思知道吗？知道。A Love Theme， 因为其实我就跟大家分享 ，A Love Theme 是我和音乐伙伴仔仔写的。Uh-huh. 然后就是有一次我们在休息当中的时候，他就随意弹吉他，然后我就旁听， uh-huh. 不到八分钟、十分钟，他弹出一首歌曲，我就知道是属于爱情的。那我发现，当两个人在恋爱当中会一直看彼此的眼睛，那眼睛像万花筒一样，那如果你发光，对，很多颜色。那如果你闭着眼睛听这首歌，前面的节奏是慢，然后变得很轻快，那个画面就是很像一对情侣在酝酿那个甜蜜感。是。所以那我们是接下来要听这首歌，那大家是不是要先闭眼睛？就没有就看大家是吗？大家可以尽情的享受。音乐是没有规矩的，好，就会在我们的音乐里面。来，我们欢迎 Olivia。Love Theme。I know just how I
亲身经历的故事，那虽然不是自己写的歌曲，但是我觉得他有把我的故事也写了出来。然后比尔贾导演拍那个 MV 就是拍了很像一个偶像剧，但是拍之前我也跟比尔贾说，希望可以拍一些外景，就是有风有海，然后有天空，就是来代表距离感。嗯，对，然后他拍的就是还蛮就是诚恳真实的，对。接下来要唱的是最后一首歌曲，叫做《Ready for Love》，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 Olivia
带来我们这个非常美妙的歌声呢，哇，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夜晚啊，因为呢两位歌手都是非常那个好听啊，同时呢刚刚前面的这个萨克斯风的乐团哦，同样的哈，也让大家呢在今天晚上呢不会太热了哈，有一点风这样吹过来，可以享受一个连续假期美妙的一个音乐响应的夜晚咯。那我们的音乐会呢暂时要告一个段落，那其实现在时间还早哈，也希望大家哈可以到我们旁边麦艾伦哈来了解一下属于我们红玉建设麦艾伦的一个